心中埋下来。你是那么美，美得很意外，但眼泪在陪你勾动你的腕。说过难调转团员会有吸毒的话，你会这样退团吗？对，就直接公司合约很轻松，再见，可以再见，而且还要罚款。那不会想说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但是如果他唱最后的请求，请求。那是下辈子，下辈子，下辈子有缘的话。